记者杨兴汉台北报道，潘帅潘玮柏将展开全新巡演，他今天在中国北京举办记者会，宣布已排定台北、香港、纽约、北京、新加坡等超过20个城市。天后蔡依林在影片中笑亏，开演唱会第一件事要减肥脱水，不能熬夜，不能 party， 不能喝酒，就是这样咯。演唱会大成功，一番苦劝的金玉良言让潘帅看了大喊好邪恶。他宣布展开 Alpha 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首站四月先在北京登场，预计明年唱回台北。见到歌迷力挺，他感性地说，我无法预测自己还能表演多久，还能办几次巡回，但每次为大家的演出我都是当成最后一场，也是最初的一场，我会为自己还有所有观众全力以赴。今天包括蔡依林、林俊杰、杨丞琳、陈妍希都录制影片祝贺。至于演唱会是否会邀请嘉宾助阵，潘帅卖关子说要给大家惊喜，不会特别设定是谁，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合作舞台。至于会不会为了演唱会瘦身，他对此倒是老实招认，通常不到最后关头不会开始，距离首场剩下一个多月，现在早上已经很早就去运动，开始进入正常的轨道，透露已开始早起早睡。潘玮柏巡演遍及20个城市以上，华纳提供。